哎，老板，你这么干对腰不好。嗯，老这样干，干活姿势要摆对。那这样，哎，往上，哎，腰往下，腰往下，屁股往上顶，哎，往上顶，哎，就这样。你说这样就不错。别留给我了，小牛皮。你小时候吃过牛膝肠肉吗？对，这都没吃过。我帮你回忆一下。新鲜的豆馅儿。你们能想象到这个是食物吗？不过一定要选啊，纯天然无添加的真牛皮的。量，这次弄了不少。红豆干、坚果脆，前提得是弱肠。孩子这次回来，小学妈妈真的切糕了。看说他长大了，说是吃啥他也不挑了。今天接几个露一手，让点面食甜品，替你美好生活甜蜜，岁月前程似锦。一股牛肉的香味儿，就是太费牙了。剩下给老板带回去，一起一苦四甜。